作为家长，首先非常感谢学校老师的兢兢业业、辛勤付出，为孩子们保驾护航。在这里，祝愿2024年的高考学生能金榜题名，一举夺魁；祝愿利津县高级中学人才辈出，捷报频传，再创辉煌。虽然高三这一年确实十分辛苦，但我们有父母、老师还有同学的陪伴。漫长的高中三年生活如今只剩下短短不到一个星期，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，我们必将圆梦六月，金榜题名，给高中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最后几天，希望同学们科学就息，清淡饮食，平和心态，从容应考。预祝同学们在今年的高考中凯歌高奏，取得优异成绩，实现美好的青春理想。